呢。你这体格，咱俩坐这一凳坐不下。来，坐这，来。那我大俩边吧。哎，这边你坐，你坐实了，你坐实。哎，你坐实。哎，大哥，哎，猛点啊！一二三，你站起，站起，来，再来，再来。一二三，谢谢宝哥啊！谢谢你。我发微博行不？行行行。那我圈你，你转发。那你叫啥名？大脸猫。行，那我给你转发呀，准备转发呀。谢谢宝哥，拥抱一下吧。好好。谢谢宝哥，哎呀妈，太高兴了。哎呀妈，遇到双小宝了。小宝。哎呀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呀，你也认识我大爷？电视上总看到你呀，尤其是我老伴儿，啊，他特喜欢你呀。哎呀，哎呀，大姨多大岁数了？今年60多了，60多呀、哎，还喜欢我呢。哎呀，每次看到你呀，把他乐完了。哎呀，那太好，哎呀，你回去代我谢谢大姨啊。哎呀，他要是今天能知道你到这儿来呀，得把他乐坏了。很感谢来的，哎，有机会跟他照张相。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你们也挺累的，多点点好吃的啊。好吃啥呀？今儿出门忘带钱包了，就带20块钱，凑合吃一口吧，节俭。哦，行，节俭点好，节俭点好。行，你忙的。哎，我忙去了啊。忙。哎，服务员。先生你好，点点什么？那个。啊。烤鸡头啊。完了呢？那个，你不看电视啊？哎呦我的妈！我一天忙啥样了？我这累这样式，我哪有时间看那玩意儿？不看那玩意儿，说点啥？点菜吧。点菜。说。给我来一个，来一碗抻面。抻面。嗯。8块。来一盘拌菜。拌菜6块。再来一盘花生米。3块。完了呢？完了，够了。你不来个鸡架呀？咱家鸡架特色，老多客人都奔咱家鸡架来的，可好吃了。鸡架好吃啊？那你看，来一个。哎呀，好嘞，鸡架8块。不要了。咋的呢？我小时候就不怎么爱吃鸡。啊，不要，那这够了，是、啊。来瓶啤酒不？啤酒，来瓶去。哎，好嘞，啤酒4块。哎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怎么的呀？不要了，我喝啤酒身上过敏。七嘎子，就来一头大蒜。大蒜不要钱。2头。等着。哎呀，我去！哎，我小勇，我搁电视上看着过你。对，是我。小沈阳。哎呀，感觉太好了，我最喜欢你，我最喜欢你。不是哥，你可能认错人了吧？现在宋小宝，我最烦他。他演的啥玩意儿？演的东西太善了，我跟你说，哎，你说他长那么黑呢？他这啊，像小黑脸似的啊！离老远一看，这俩牙搁那飘着，抽抽的去。哎，我说缘分，缘分，我也膈应他。兄弟，缘分，缘分，这个真碰到你了。哎呀，这家伙，缘分，我老喜欢你了。缘分，哎，到齐了啊！好嘞，这是缘分呢。好嘞，慢点，不要急啊。慢用啊！好，咱我兄弟，咱真大腕，咱吃啥玩意儿？哎呀，抽吃一口就行。服务员，服务员，过来！不是，你的先生，你点点啥呀？哥，你看，初次见面啊，来，说，给上俩菜，上俩菜。哥，你那么点啊，这我都够吃了，你的心意啊，我领了还不行吗？啊，给面不？给面不？不是，咱不给面是不是？要撕脸是不是？啊，那让你点你就点得了。那你这样吧，点一个。实在要点呢，你给我点个鸡架吧。从小不爱吃鸡吗？那玩意儿有啥不能吃的呀？快上吧，上去下完了，取5箱啤酒。哦，好嘞。哎呀，太好了！来，哎呀，搁这能遇见你，咱就是缘分。来，哥，兄长，不行，我不怎么能喝酒。我代表观众，感谢您给我们带来快乐。来，行，我代表全场谢谢你。兄弟，留个电话，以后联系联系，好。我们公司有规定，电话不能乱给。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嗯，兄弟，真的。哎呀，哥给你留个名片。啊，好，谢谢。铁西这片，提我，大呲花。好使。大呲花，你倒腾烟火的哥。啊，不是，好喝点酒，
喝这喝酒跟呲花什么关系？老对瓶吹嘛，一吹多了。哦，这个呲花呀。但是你提我好使，提我好使啊。好好，就真是缘分。电话，别忘了。哎，啊，哎呀，喝酒呢，跟我兄弟小沈阳。为什么呢？就他啊，你不信呐？来，你说两句。就你看，哎哥，我是你看看是不是他不？你等你兄弟结婚了，我让他给你找个面，绝对好使。哥们儿，我跟你说，纯哥们儿，我纯哥们儿啊，真是哥们儿啊。最近我又接了个大活，2亿的活，2亿。不是你欠我那200块钱，你什么时候给呀？就等你的200块钱起工了，动不动怎么样？喂，你看这信号怎么事呢？这信号，喂，怎么？喂，不是兄弟，铁西大呲花，哎呀，指定好使啊！有事找我啊。老公，到了，这是假的。上这儿吃什么饭呢？哎呀，德胜他家特色可好吃了。啥吃的？埋了吧胎的地方。哎呀，你都不知道你没吃过，人家鸡架可好吃。从来都不上这地儿吃饭。大瓷花，妈呀，这啥一挣扎的？哎，咋的了这是？老哥，谁呀？那块坐的是宋小宝。哎，宋小宝啊！哎，你好，你是宋小宝老师吧？对，我是老师。哎，我特别喜欢你，我打扰你了。没事。你跟我照张相呗。行，没问题。谢谢你啊。哎，好。老公，快来呀！快来。老公，快点！干啥？快点，我照张相。哎，好，谢谢你了啊！客气。来，哎，你照的是啥呀？那么近能照着？我照的不好，你自个儿照吧。自个儿照就自个儿照，不好意思啊，麻烦你了，宝哥啊。咱俩自己站。来，一、二。宝哥，你笑的。不太自然，你。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觉得他我老公在这儿你不好意思啊？没有事儿，他可大度了，他也喜欢你。那咱俩这边站，来，站到这边。来，宝哥，哎呀，你离我近点吧，你。一二三。宝哥。你谁呀？大实话，不是。那什么。还是宋小宝，我不跟你说了吗，老公？哎呀，宋小宝啊，嘿、哎，大腕儿啊，不是什么大腕儿，不，你这大腕儿怎么上这吃饭了呢？你这点这玩意儿啊？不是，来，服务员来，服务员，忙大活的啊！哎，我发微博了啊，先让你点点什么，说，来，最贵的，最好吃的，鲍鱼、龙虾全上。哥呀，不用，这样，这已经够我吃了，点多了浪费。不是，啊、不是咱们燕儿喜欢你，我也得好好喜欢你。对不对？点吧，不是，没事，再点吧。我老公有钱，无所谓，给你啊。真不点，点。那实在要点的话，点个鸡架吧。哎呀妈，这么大腕就点一个鸡架啊？够吃了，10个鸡架，2箱啤酒，齐开，来。这不是，老公，我不能喝酒，哥。啥玩意儿？骗谁呢？这么大腕在外边混不会喝酒啊？啊！但是这桌酒谁喝的？你不会喝酒啊？大四花，不怎么的，瞧不起我谁四花呀？来，不是，我敬你，我干的，水。玩的啊？玩的是吗？我真不能喝，您喝多了。不是老公，不是现在刘德华过来敬你酒，你不喝呀？你是不是瞧不起我？啊？喝了，给面子不？难为给面子不？啊？不要，我替你。不，你干啥样啊？啊？你干啥呀？他都说他不能喝了，你还非得让他喝干啥呀？不，怎么的？他不能喝，你就替他喝呀？那我不能喝时，我喝娃娃吐的时候，你咋不替我喝呢？哥，这事儿吧，咱不能怎么的？我就替他喝过酒，你不愿意了？他不是呢？这家伙，这大腕儿也玩文玩啊？啊，没事，喜欢盘一盘。
啊，喜欢这个啊。嘿，正好我有爱好。燕儿，来，你把我这对给我拿着来。我去，这个我自个儿拿来。这是干什么呀？哎呀，还二玩这个。哎呀，来吧，看看我这个啊，我这盒就是小月紫檀的。好好东西，来看看我这对儿。哎呀，太漂亮了，看看品相来。哎，你这对儿可好，太漂亮了。好啊，嗯，送给你。哎呦，送给你。我家里有啊，我家里有。家里有啊。嗯，干啥的？玩的。啊，你家里有个留玩的。嗯。我不就跟他照上相吗？我就喜欢他了，怎么的了？我就照了，怎么的了？那你还想怎么的？照相有你那么照的吗？连搂带抱的。对呀，我喜欢他呀，我就照了，咋的？来，宝哥，再给我照一个近点的，来，搂上照上，来，一二，哎呦，拿去，把手。来，哥，照拿去，就照一个。你把那黑手给我拿去，拿不拿去？你咋那么熊呢？就照一个还能咋的呢？什么叫咋的呀？啊？你干啥呀？你干啥呀？你干啥？你干啥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不是，你说我什么意思？你干啥？不是，没有这事，我这什么意思？我告诉你，你跟我俩指手画脚什么意思呢？你这怎么的呀？怎么的？你尊重过我吗？别吵了，你尊重你不是你尊重过我吗？你是老爷们吗？我怎么不是爷们啊？就这么点小事，我就跟别人照照相就知道你这样式的，那以后过日子还长了呢。就这么点事你就容不下我，我以后跟你过还有什么意思？我不过了，我你过不过的，还你过不过还有怎么的？你过不过的呢？还你过不过？我还没有你还过不了呢，我还这么这一年呢，我过不过的？我这一年我没过了，过不了，滚吧去！不有你能啊？燕儿啊，燕儿，燕儿啊，我错了，燕儿啊，燕儿，哎呀，燕儿，饭吃这个憋屈。鸡架吃不进去了，服务员，买单。啥啊？先生，你还点点啥？不点啥了，这都没吃了呢。啊。抻面、拌菜、花生米，一共十七、二十，找我三块。大哥，你这咋说你这儿？这是你点的，这些也不够啊。这些不是我点的。不是，你是你。这个是你先前点的，是十七。那后期这点不都在你桌上的吗？后期是当时花他们点的。就你说那人我不认识，反正我就知道坐你桌上，你不你朋友吗？坐我桌他也不管，根本就跟他们不认识。不认识你们坐一桌，反正就我不管。你看你告诉啤酒都起开了，完我也退不了，鸡架你必须得把钱。我打电话，我打电话啊。那行，你先打着吧。喂，媳妇儿，出门走着急，没带钱包，点菜点冒了，完了。喂，喂，喂，你看，还没电了。这你吃，这不是？大爷，哎呀，当个明星也不容易呀、啊，不容易。一会儿喝酒，一会儿照相的，饭都没吃好哈。哎呀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赶紧吃，赶紧吃点，赶紧吃点。不吃了，吃饱了，大爷。哎，宝啊，那个我到时间了，我要回家了。啊，以后常过来。好，没问题。哎，我走了啊。你忙大爷。哎哎哎，再见啊。你慢走。哎哎哎哎。你这样，我把手机压这儿，我回家取钱去给你啊。不是，等会儿，哥。哎，你压手机干啥？不用，你账算完了。谁算的？刚才走那周叔给你算的。